Repeat after the speaker when you hear the beep. Ima. Ima. Mother. 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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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ba. Abba. Father. Ab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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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אחות קטנה. אחות קטנה. Younger sister. אחות קטנה. אחות קטנה. אחות קטנה. אחות גדולה. אחות גדולה. Older sister. אחות גדולה. אחות גדולה. אחות גדולה. אח גדול. אח גדול. Older brother. אח גדול. אח גדול. אח גדול. אח קטן. אח קטן. Younger brother. אח קטן. אח קטן. אח קטן. סבתא. סבתא. Grandmother. סבת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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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סבא. סבא. Grandfather. סב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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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דודה. דודה. Aunt. דוד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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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דוד. דוד. Uncle. דו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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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בן דוד. בן דוד. Male cousin. בן דוד. בן דוד. בן דוד. בת דודה. בת דודה. Female cousin. בת דודה.
Batoda. Batoda. Baal. Baal. Husband. Ba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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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ha. Isha. Wife. I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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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 Ben. Son. 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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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 Bat. Daughter. Bat. Bat. Bat.好啊，那刚才我们看了一遍哈，然后就对所有的这个家庭成员做了一次回复习。那趁着大家记忆还比较新鲜，我们来考一下，我们从简单的开始考起啊，先考这个这个叫小家庭的成员哈，丈夫、妻子、儿子、女儿，丈夫、妻子、儿子、女儿分别怎么说啊？怎么读出来？啊，我们不用这次不考拼写啊，不考这么难的，哦，就怎么说就可以了。好，哪位要来尝试一下，尽可能多的回答。好，谢老师，我试一下。好的。好，丈夫是巴安了，妻子是以下，儿子是 Ben， 女儿是 But。好，谢老师。好，谢谢桂兰姐妹。对的。丈夫是 Baal， 妻子是以下，儿子是 Ben， 女儿是 But。 好，那我们还把它蒙起来啊，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来这个背一下。好，其他人欢迎你的继续尝试。有没有来尝试的？刚刚已经练习过了。好，谢弟兄，那我来试一下吧。好，弟兄姐妹。丈夫巴二，妻子是伊莎，儿子 Ben， 女儿 But。 很好哈，谢谢弟兄姐妹。就这个妻子这个以下哈，以下读起来好像我们中文说什么以上什么以下。啊，跟这个很像哈，就是卷舌音啊，就这一个小小的问题。好，继续。那我来再试一下，妻子。好的，走吧。伊莎，是不是这样子？伊莎。当然好一些了，伊莎。伊莎。夏天的夏。伊莎。好的，谢谢。好，谢谢各位姐妹。好，其他都是对的哈。好，其他人我们。欢迎来尝试。谢老师，我试一下，谢谢。好的。丈夫巴阿拉，妻子伊莎，儿子 Ben， 女儿 But， 谢谢。
好，谢谢刘峰姐妹，很好啊，都是对的。好，其他人我们继续，还有没有要尝试的？欢迎大家通过这个小小的考试来提升自己对这些名字的记忆啊。还有吗？谢老师你好，我也尝试背一下啊。丈夫是巴二，妻子伊莎，儿子是 Ben， 女儿是 Bud。谢谢老师。谢谢王芳老师。又是这个以下哈，重音的后面。不是以下，是以下。但以下啊，和这个丈夫也是一样，把二重音在后面。好，其他都很好。好，尝试的。啊，这个小家庭这四个比较简单一些。阿瑞姐妹，你要好回来一下。好的，巴阿，丈夫以下，妻子 Ben， 儿子 Bud， 女儿。很好，谢谢哈，啊，都是对的。好，谢谢阿瑞姐妹。好，其他弟兄姐妹，欢迎大家，我们从简单的开始，然后慢慢到难一点的。大卫弟兄，徐老师，我可以尝试一下吗？好的，哎，好的，丈夫巴阿尔，妻子以莎，儿子 Ben， 然后女儿 Bud。好，谢谢大卫弟兄啊，都是准确的发音哈，也很熟练。好的，谢谢老师。其他人还有没有要尝试的？还有吗？感谢老师，我试一下。啊，好的，小燕姐妹。丈夫是巴岸了，妻子是以下，儿子是 Ben， 女儿是 Bud。好，谢谢。很准，很准确哈，都是发音都是对的。好，谢谢小燕姐妹。好，其他人，家人们，还有要尝试。背诵这四个名字的吗？好，没有了哈，没有了，我们到下一个哈，到下一个，爷爷奶奶这个哈，爷爷奶奶，然后这个姑啊，这个姨婶姑啊，叔舅伯啊。Uncle 和 Aunt 这个，然后这堂表兄弟、堂表姐妹，啊，他在啊中文写的字比较多哈，英文其实就几个字啊。好，这个谁来尝试一下？我先盖起来，谁来尝试一下？谢老师，我试着背一下。好的，快来姐妹。奶奶是Shabda Shabda， 爷爷是 Shabba。姨婶姑是多的，叔舅伯是多的，表兄弟是Ben 多的，表姐妹是 Bud 多的。好，谢谢老师。好啊，谢谢桂兰姐妹。好，基本上都是对的哈啊，就是这个前面这个 Safta 和 Saba， 它是这个 Samak， 是发斯的音哈。对，这是一个小小的。Safta 对，小小的问题，其他都是对的。好，谢老师。好啊，多大多大多啊？我们大家说姨婶姑，你就说一个姨也行啊，就是阿姨啊，就是多大。然后叔叔 uncle 啊是多的啊，这样也很快。好，其实主要重点是在前面两个啊 ，Safta 和 Saba 这两个啊，跟其他的没有什么规律联系。然后下面的都是以。多大和多的为基础的来变化的。
其他人要不要再尝试？我把它遮起来。哦，谢老师，我试一下，谢谢。好的，水瓶姐妹。奶奶是 Savta， 爷爷 Saba， 阿姨是 Doda， 叔叔 Dod， 堂兄弟是 Ben Dod， 表姐妹是 Bat Doda， 谢谢。很好。那这些水瓶姐妹，确实啊，对你前面这两个背对了以后，后面的就很快的就都全部都背出来了，很好啊，谢谢雪萍姐妹。其他人我们也来尝试，大家看着这个屏幕背熟了就来尝试，我就把它盖起来。下一位，哪一位弟兄姐妹来尝试一下？啊，谢老师，我也尝试一下。啊，好的，刘菊姐妹。奶奶是 Savta， 爷爷是 Saba， 姨婶姑是 Doda， 叔舅伯是 Dod， 堂表兄弟是 Ben Dod， 堂表姐妹是 Bat Doda， 谢谢。谢谢刘菊姐妹啊，全对哈，很好啊，而且很清楚，很流利的背下来了。好，其他人我们继续。能够背下来的我们就来尝试。好，谢老师，我来试一下。奶奶是 Savta， 爷爷Saba， 姨婶姑是Doda， 叔舅伯是Dod， 堂表兄弟然后是 Ben Dod， 堂表妹是 Bat Doda。 很好，好，谢谢德英姐妹。对，你主要的时间在花的说前面的名字了哈，这太长了，我们就简单的就阿姨叔叔这样也可以比较快哈，这个有表兄弟表姐妹啊，或者是堂兄弟堂姐妹都行。很好哈，也都背出来了。好，其他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来尝试。啊，好，谢老师，我可以尝试一下吗？好的，大卫弟兄。好啊，那个奶奶 Savta， 爷爷 Saba， 姨是 Doda， 叔叔是 Dod， 堂兄弟是这个 Ben Dod， 然后堂姐妹是 Bat Doda。把多打。对，谢谢啊，大卫弟兄。对，后来你自己稍微纠正了一下，把多打，很好，全部都是对的哈。好的，谢谢老师。好，其他人还有没有要尝试的？对，还有吗？谢老师，我试一下，谢谢。刘凤姐妹。奶奶 Savta， 爷爷 Saba， 姨 Dod， 叔姨 Doda， 叔 Dod， 堂表兄Ben Dod， 堂表妹 Bat Doda， 谢谢。好，谢谢，谢谢刘凤姐妹。对，背的都是对的哈，很清楚。好，就一开始 Doda 和 Dod 搞混了啊，请大家记住。啊，对，凡是有这个女性的，如果是像同一个字根的，我后面加上一个 he 以后，就加了一个 r 的音 ，dod 就变成 doda， 啊，这个 r 的音是从这个 he 字母来的啊，所以我们记住这两个当中一个啊，把男性的这个记住了，女性的加上 r 的音就可以了。好，还有没有人要尝试的？谢老师，我想试一下。奶奶 Savta， 爷爷 Saba， 姨 Doda， 叔 Dod， 堂兄弟是 Ben Dod，
堂表妹是 Bat Dota， 啊 Bat Dota，谢谢老师。好，谢谢老师。对，都背出来了，很好。啊，谢谢小燕姐妹。好，所以后面你就精益求精一下，这个 do 的这个词哈，它的这个音并不是剁肉的那个剁，就是 o 的音 ，do 的。对，其他的很好。好的，谢谢老师。谢小燕姐妹。好，其他人还有没有要尝试的？好，我把这个打开。夏老师您好，我会尝试问一下。好的，好。奶奶，萨瓦塔，爷爷，萨巴，叔，姨是多达，叔是道的，堂兄弟，Ben 多的。堂表妹八都打，谢谢老师。好，谢谢啊，孟老师，对，很清楚哈，这个背的都是对的。好，谢谢，很好。好，其他人还有没有要尝试的？啊，大家把这个都背出来了，很好了。把这个做完了，我们后面就最难的一个，我们放到后面。我老师，我试试看哈，这个奶奶我发音不太好哈，是啊 ，Sabta Saba and 是应该是 Dota uncle 应该是 Dot， 这个堂兄弟应该是 Ben Dot， 堂表姐妹应该是 But Dota。很好哈，很好啊，阿云姐妹你都背对了，因为 Safta 你说的也是对的，你不要这个太在意，谢谢 Safta 也是对的。好，其他的家人们啊，还有没有要来尝试背诵的？啊，谢老师，我来试一下，谢谢。啊，好的。啊，奶奶是 Safta， 然后爷爷是 Saba， 然后姨姑婶是 Doda。然后叔叔、舅舅、伯伯是 Dot， 然后表兄弟是 Ben Dot， 然后表姐妹、堂表姐妹是 Bat Doda。啊，谢谢谢老师。好，谢谢潘姐妹，很好哈，啊，全部都是对的，很棒啊！大家现在都这个基本上都背下来了，没有说哪个忘记的。好，还有没有？其实没有那么难啊，欢迎大家来挑战。还有吗？还有吗？没有，没有，我们就到最后一个了哈。好，那我们去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爸爸妈妈、妹妹、姐姐、弟弟、哥哥啊，这个家庭当中极其清楚，主要是妹妹、姐姐、弟弟、哥哥这四个里面呢，它有涉及大小形容词，这个稍微难了一点点。爸爸、伊玛，啊，妹妹是阿赫特克特纳，姐姐是阿赫特克德拉，啊，弟弟是阿赫克坦，哥哥是阿赫克多尔。啊，我就再次提醒一下，这个姐妹，这个阿赫特，兄弟这个是阿赫，对吧？啊，这两个词其实是有关联的。后面有 hot 的啊，这个就是阴性的，就是姐妹 ，ark 啊，简单的这个就是兄弟，后面再跟上。如果你是背是妹妹或者是弟弟，就加上 kana 或者是 katan， 如果是姐姐就加上 gadla， 哥哥就加上 gado。好，大概解释一下。好，有没有人要来尝试背诵啊？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这几个的。好，谢老师，我试试看。好的，好，桂兰姐妹每次都是第一个勇于挑战，好，加油。好，爸爸是阿爸，妈妈是伊玛，妹妹是阿侯卡特纳，姐姐是阿侯格多拉，弟弟是阿克
Katan， 哥哥是 Ah Gadol。好，谢谢老师。好，谢谢桂兰姐妹。啊，是对的啊，很好啊。就是那个 Katana 的时候，这个妹妹的 Ahot Katana， 你稍微考了一下，还在想啊，到底是 Katan 还是 Katana？ 啊，我们就按声音记忆，把这两个词连在一起记，记熟了以后就不会再去想了。好，很好哈。好，谢谢。其他都是对的啊。好，谢老师，我试一下。好的。爸爸是阿爸，妈妈是伊玛，妹妹是 Ahot Katana， 姐姐是 Ahot Gadola， 弟弟是 Ah Gadol， 不是，弟弟是 Ah Katan， 哥哥是 Ah Gadol。谢谢。好啊，谢谢刘军姐妹啊。就这个哥哥这个词哈，啊，它和这个姐姐这个词后面那个形容词是有区别的啊。哥哥是 Ah Gadol， Ah Gadol， 这个 Ah 的音是发得很清楚的 ，Ah Gadol。然后姐姐呢是 Ahot Gadola， 这个 g 音很短，发的是很轻的这个 g 的音 Ahot Gadola 啊，所以它重音在后面那个 la 上面，这个 Gadola 后面是没有 a 的音的啊，所以这俩不一样。Gadola Gadola Tana 啊，它是以 a 结尾的重音是放在这个最后的那个音上了。啊，谢谢老师，我能再试一下吗？嗯，好的。要盖起了吗？还是啊？好，爸爸是阿爸，妈妈是伊玛，妹妹是 Ahot Katana， 姐姐是 Ahot Gadola， Gadola， 哎 ，Gadola， 弟弟是 Ah， 弟弟是 Ah Katan， 哥哥是 Ah Gadola， 谢谢。好，谢谢刘军姐妹，你记得这两个词还是不对哈。Katana Gadola， 不是 Katana， 不是 Gadola。Katana 重音的最后一个音节 ，Gadola。好，其他的都很好啊。你们把这个改过来。好，基本上希伯来语，我们看很多的都是重音在后面。好，谢谢。好，其他的人，其他的弟兄姐妹，好，谢老师，我可以尝试一下吗？啊，好的，大卫弟兄，谢老师，我从下往上背可以吗？可以，你自己选择。好，哥哥是 Ah Gadola， 不对，哥哥是 Ah Gadol， 弟弟是 Ah Katan， 姐姐是 Ahot Gadola， 妹妹是 Ahot Katana。妈妈是伊玛，爸爸是阿爸。嗯，好，谢谢大卫弟兄。好，都是对的哈。有一个小的问题哈，刚才大卫弟兄和柔俊姐妹都有一个共同的，就是阿爸的问题。阿爸不是阿爸哈，阿爸重音在前面。好，其他都会好。Okay， 阿爸，阿爸，然后这个阿个豆，对你当时后来自己改过来的，没关系。好，谢谢老师，谢谢大卫弟兄。好，其他人，欢迎大家来尝试。啊，谢老师，我来试一下，谢谢。好，你们一个一个来，首先开始。嗯，刘峰是吧？好，好的。哦，谢谢老师。嗯，爸爸，阿爸，妈妈伊玛，妹妹，阿霍特卡塔纳，姐姐阿霍特嘎多拉，弟弟阿赫卡坦，哥哥，阿赫嘎多勒，谢谢。好，谢谢刘凤姐妹。就是这个阿赫嘎多，他后面没有这个音，没有阿这个音哈，阿赫嘎多，所以。不要读成阿赫卡多拉了，阿赫卡多。好，其他都很好。这个因为我们中文当中没有怎么用辅音结尾的，大家可能读的会有点不习惯。好的，好，谢谢师傅。好，谢谢刘星姐妹，刘星姐妹。好，我来尝试一下啊，爸爸，
阿爸，妈妈伊玛，妹妹阿浩阿浩卡塔纳，姐姐阿浩阿浩卡多拉，弟弟阿赫卡坦，哥哥阿赫卡达卡多，阿赫卡多。对，是的，阿赫卡多。好，基本上都是对的哈。就一个小小的问题，其他都很好。就是阿赫哈，阿赫特，阿赫特啊，这个中音的后面。阿赫特，对，阿赫特，阿赫特前面这个阿赫特。好，谢谢。阿浩，好啊，大家都背下来了。其他的家人们，还有刚才好几个人开麦了，欢迎大家继续测试。哦，谢老师，我试一下，谢谢。好的。爸爸，阿爸，妈妈，伊玛，妹妹，阿浩特卡塔纳，姐姐，阿浩特卡多拉，弟弟，阿赫卡坦。哥哥阿赫，哥哥阿赫，嘎多了，谢谢。好啊，谢谢雪萍姐妹。对，最后那个你想了一下，到底是阿赫还是阿？对，应该是阿，阿赫嘎多了。好，我们到时候读的，你把这几个就读得很熟了以后，你就不会到时候去想，啊，到底是阿赫还是阿赫，阿赫啊，就自动就说出来，没关系。现在我们目前还在思考背诵阶段。大家越练越熟就会好一些。好，其他人还有没有尝试背诵的？谢老师，我想试一下，谢谢。好的，赶紧准备。爸爸、阿爸、妈妈、姨妈，妹妹 ，Ahot Katana， 姐姐 ，Ahot Gadola， 还有弟弟 ，Ah， Ah Katan， 哥哥 ，Ah Gadol。谢谢谢老师。好，谢谢小英姐妹，背得很清楚哈。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个阿爸的问题啊。我发现好几个人都会背成阿爸、阿爸、阿爸和伊玛，都是重音在前面，它不是读成伊玛哈，看到没有？它是读伊玛、阿爸啊，所以重音在前面，就这两个是放在一块背，你就会发现它读音的规则是一样的。好，其他都很好。好。谢谢谢老师。好，谢谢。好，其他人刚才还有谁开麦了？啊，谢老师，我试一下，谢谢。好的。爸爸是阿爸，妈妈是伊玛，妹妹是阿霍特卡塔纳，姐姐是阿霍特给多纳，阿霍特给多纳，弟弟是阿霍卡塔。哥哥是阿霍，阿霍给多纳，阿霍嘎多，阿霍嘎多。好啊，你看一下答案，你要把前面那个词读对哈，弟弟和哥哥前面这个不对，他的阿赫，阿赫，对，阿赫卡坦，阿赫嘎多，阿赫嘎多，对，对，其他都是对的，你包括后面形容词你背的都是对的。就是这个前面这个名词，就一点点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其他都很好。好，好，谢谢谢老师。好，谢谢小燕姐妹。好，其他人还有要尝试的吗？谢老师，啊，行。好的，好啊，那小燕姐妹先来。好的，谢谢。爸爸是阿爸，妈妈是伊玛。妹妹是 Ahot Katana， 姐姐是 Ahot Gadala， 弟弟是 Ahot Katan， 哥哥是 Ahot Gadol。 谢谢。啊，好，小燕姐妹，你和前面的小燕姐妹，你们俩的问题是一样的哈。Ahot Katan， 我是 Ahot Katan。哦 ，Ahot Gadol。再对对对。好，那你再尝试一下。哎，稍等。好。那个爸爸是。阿爸，那个妈妈是伊玛，妹妹是 Ahot Katana， 姐姐是 Ahot Gadala， 弟弟是 Ahot Katan， 哥哥是 Ahot Gadol。
Gadol。对 ，Gadol， 没错没错。Achdol，Achdan 啊，这两个 Achdan 啊，都答就对了。好，第二遍这个啊，小燕姐妹背的是对的。谢谢，谢谢。刚才还有潘姐妹。啊，好的，谢谢谢老师。好。好，爸爸是阿爸，妈妈是伊玛，妹妹是阿豪特克塔纳，姐姐是阿豪特格多拉格多拉，弟弟是阿卡坦，哥哥是阿格多。好，谢谢谢老师。好，谢谢潘姐妹，都背的是老师，都背的是对的哈。很好，很好，好，还有没有人要尝试的？谢老师你好，我也尝试一下吧。好的。啊，爸爸是阿爸，妈妈是伊玛，妹妹是妹妹是阿霍德，卡托拉，妹妹是阿霍德，卡塔纳。妹妹是阿霍德卡德纳，姐姐是阿霍德加多纳，弟弟是阿卡坦，哥哥是阿卡阿加多。谢谢老师。好，谢谢我芳芳姐妹。对，你基本上背的都是对的哈。就是阿霍德，这个就是结尾这个音要清楚啊，就不能读成阿霍德啊。这个要读成 a hot 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哈。然后啊，除了王芳姐妹，还有几位姐妹，你们在读 gadola 的时候呢，读成 gadola 了。它发的是 a 的音哈，它是那个轻音。它 gado 这个是 gado 发的是 a 的音，这地方实际上发的是 a， 就那个半拍的那个音啊，或者是好像会写成 e 一样。在很多时候我们会加一撇，表示这个和后面的音是分开的。但这里没有把它标然，因为两个都是辅音，好，所以这个 gadola 不是 gadola 哈，就是这是属于小啊小小的问题，我们精益求精。好，其他人还有没有要尝试的？还有吗？很好吧，好，谢谢大家啊！今天这个啊，这我们用两次课，差不多一次半课吧，家庭成员这个基本上都啊，全部都学到了，大家也都基本上背下来了啊。后续我们以后再有机会学其他类似这样的有趣的课的时候，也帮助大家记忆。